Jason， 然后在场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林恩熙，然后目前就读于彰化明道大学时尚造型设计系。OK， 带来什么歌？带来邓紫棋的《写不完的温柔》，请开始。你的节奏感还不错，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你的外形，但我会觉得你今天跟很多选手都一样，就是你们会唱在低的部分，你们都会几乎是低不下去，而且声音呢都很模糊很虚，所以这个可能是选歌还是要克服的紧张，还是说要把这个 range 再练宽一点、yeah. 好，我知道，谢谢。恩熙，你的型不错，长得漂亮，声音也蛮甜的，谢谢。然后唱歌也有一定的技巧，你再要多练习，就是今天很紧张，我们对你有一些期待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再加油，恭喜过关。谢谢。